小培啊，我不是说过，不好，克里斯六世，老板别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做啥了。随机找事做。老婆，到底发生什么？完蛋了！爸爸，爸爸。 这常见，我的诊所经常有。你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，太不可靠，我得再找个医生。不要慌张，跟我去诊所看看。 好吧，走，走。会不会是洛根那帮人干的？他之前从未直接攻击过镇民。大家好，抱歉打断了你们的谈话，但经我观察，东边细雨峡谷里的绿色可疑气体已经蔓延到了海拔较高的位置，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与裴波斯变绿一事有直接关系呢？ 应该有关吧，这挺明显的。你刚刚是不是去那边吸入了过多的可疑气体？你还好吗？谢谢镇长关心，那气体闻着很像化学物质，我现在只是有点头晕而已，别的都很好。我和姐姐搬到这儿真的是对的吗？感觉坏事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啊。这也太可怕了。 阿瑞，莎莎镇已经不适合我们居住了，更别提我们未来的宝宝。会没事的，丹丹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之前是水塔袭击，现在又是这些绿色的可疑气体，难以想象未来还会有什么别的坏事。大家冷静一下，听我说，这次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，但请保持冷静。更困难的状况。 我们以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。我的脾气哟，我在这儿住了快50年了吧，还从没见过有人从头到脚绿得这么彻底。啊，顺带一提，我的那些个驼牛也全变绿了。我知道你们都嫌我啰嗦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反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，你们自己看怎么处理。哦，抱歉，库珀，我们也会派人去看看你的驼牛的。 看来我不啰嗦了，还真管用呢。这并不在于啰不啰嗦，而是在于事件本身。我们镇底下古怪的旧世纪遗迹太多，给我们造成过不小的麻烦。这次的事，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。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，也请放心，我们会尽快行动起来。防疫生的特效药也已经在研究了。 被感染的镇民一定记得去诊所看看，医药费政务大厅会负责报销的，千万不能耽误病情。大伙儿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政务大厅民兵团都会帮忙解决的。工坊主们，贾斯蒂团长，现在请来我们办公室，尽快商量一下吧。 你们几个是做啥子的？莫说了，莫说了，我晓得了，你们肯定是我那个背时鸡女儿请你报恩，是不是嘛？莫想唬我！这老鼠竟然会说话！没得时间跟你们吹龙门阵，给我上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哎。 哪个脑壳昏了没？
那点银子都罩不住吗？莫管那个多，给我上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。我们要不去谈谈？烦了，我看你们几个要造反嗦！老娘也不是吃素的，你们给我等到起，下回再来收拾你们几个。等等，污染泄漏都是这些老鼠干的，呵，这也太……团长，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场变异动物的政治斗争当中。眼前把污染的问题解决了才是正事，那些变异动物的什么的以后再说。好了，供房主，我们掩护你，赶紧去把被破坏的管道修好吧。好了，就是这里，一定要小心。做得好，供房主。很好，已经解决了一处了。我看四周肯定还有别的泄漏，我们再看看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些变异老鼠我听说过。那位老鼠女士是肥鼠国的王后，她们特别喜欢到处偷东西，尤其是那些不怎么重要的东西，比如我的袜子。肥鼠，这么奇怪的东西你到底从哪儿听来的？为了跟小黑的捉鼠能力一决高下，我研究了特别多不同老鼠的生活习性。好吧，梅丁老弟，没人让你去抓老鼠，咱们有小黑就够了。当初找小黑进来不就为了这个吗？是你说的，团长，一个真正的民兵团标兵是有能力承担团内外所有工作，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都能挺身而出的人。我是说过没错。好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处泄漏了。等等，你们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什么？友谊的连接，民兵团伙伴一起完成任务的成就感。不是，我是说空气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危险气息，隔着防护服都能感觉到。但我们明明已经补好了管道，不应该呀。也许我们可以问问那个家伙。吓我一跳。时尚要把它作为目标进行攻击吗，团长？当然，这可是个变异怪物。那就只有上了。这家旅行必备良医。如同改变肤色。你值得拥有，如同改变肤色。刚才这一战可不简单。我看我们的实力远在那家伙之上。就喜欢你的自信。刚刚那怪物是从管道里出来的，幸好我们的工房主把管道补上了，不然就有大麻烦了。这整的跟开盲盒似的。那我们任务算完成了吧，团长？
没那么简单。你看这儿，到处都是些粘液，还在释放氯气。哎，这些要全部清理干净，光靠水桶、抹布，怎么能行啊？这是什么？绿色粘液也从这儿流出来了。轻便装，是个什么意思？看来，这些都是当时准备发出去的货物。上面写着保质期12000年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还能再保存11320年以上。我能看看吗？嗯，拿着吧。使用方法：挤在手掌心，然后在头部按摩揉搓，停留一段时间后冲洗干净。只是说明写的还挺有意思的，主要成分包含烷基什么胺、甜菜碱，这是什么物质啊？听上去有些神奇。我的脾气，梅丁，你发现了重点。重点？这个瓶子吗？这是你发现的，板队长，你刚才递给我的。不，你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，答案就在你手里。魔法？哎呀，说哪儿去了呀？就是刚刚你念的成分表，齐主任肯定知道那是什么物质，他一定能想出一些怎么把那个物质破坏的方法。齐主任，能把这些东西破坏掉，让污染消失吗？没错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成分表相当的关键呀，这都是我们团队协作的功劳。来，大家为民兵团打气。民兵团，民兵团，民兵团。我也是恪尽职守吧。可不是嘛。好了，不用在意这些细节，我看今天的任务已经搞定了。顾帮主，我和梅丁得回去写报告，能麻烦你把东西带回去给齐主任吗？那就提前谢谢了啊！现在我们就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万一招来别的变异怪物就麻烦了。